悉心真性之事。悉心就是把世间追求五欲六尘的那个心给他止息了，隔断尘缘了，因为那都是梦幻泡影的，那都是轮回的内容。这叫狂心顿歇呀，啊，歇即菩提呀，这菩提就用那个信，它产生了真正的信心。产生信心不容易啊，信心是般若智慧的范畴啊，叫信慧呀，而且它是正信的，啊，哎，你看这些人就了不起，悉心真信之士。士是代表士大夫，有文化的人。你看张掖、张全虽然在耕地，他们很有文化呀，很有学问呐。你看那个我们祖师殿不有十八高贤的石刻，你们看看那个张全，一手拿着锄头，一手拿着经卷。他的学问之大是朝廷每次征他做官他不去的，就在这里种点地，主要目的是要研习经卷，来滋养自己的法身慧命。你看这就是悉心真信之士啊，啊，不是一般的没有文化知识的人啊，在山里有隐士也有一般的农民。那你怎么辨别隐士和农民的差异呢？这个士就是他有福德有智慧，可以在外面享很高的地位，但是他放弃了，他退隐了，他要完善自己的更高的人格和精神追求了。不是一般我在山里很无奈，只有砍点柴，只有捕点鱼，否则我就生存都有问题，这是有差别。所以叫士，这能称为士就是知识分子啊，有文化的人，有学问的人。这个士你都上面一个十字，下面是一个一，十个人里面才有一个士，精英阶层啊。就好像原来高考你十个人里面才能考一个，这就精英教育。现在100个人，将近80个人都能上大学，那就是普通教育，啊。悉心真信之士有123人，他们都云集在庐山之阴，就是东林寺是在庐山的西北麓，而且他们又建在山上，而是建在了山底下，面对香炉峰。这说明什么？修行要谦卑，要隐蔽啊。阴也代表他不要过阳啊，阳就可能亢奋了，阴就是要有一点禅定，定中才生慧呀。所以这个慧远大师选在这里作为啊见识的地方，它是有深远的意义的。